早晨，依家几点啊？10:30。哇，好早啊！平时10:30我都准备起身嘅，应该。不过今日咁好天，就出嚟跑个步。啱啱跑完5K，好开心，同埋好开心可以同你唱歌。咁今日咧就准备3首歌俾你。好，首先我试下支吉他。呢个系我 friend Mark， 咁佢今日就会打呢个叫做 cajon， cajon 系一个 acoustic 嘅鼓，咁你可以示范一次。Yes， 呢个就系等于个 bass drum。Yes， 同埋佢都会同我唱歌，一齐帮我做和音。Okay， ready？ 呢首歌系叫做 Firelight， 我希望你中意。呢首歌下一首歌叫做《愛的你》啊，咁我啱啱上個禮拜就啱啱出咗呢首歌嘅 MV， 咁呢個 MV 可以喺我 YouTube 嗰度睇《愛的你》啊，可以 search Alex 林德信《愛的你》啊，咁依家我會唱俾你聽，希望你中意。车在路上唱一首歌，蓝蓝的天空充满爱的理由，我发现自己对你特别温柔，想起了你笑容，心跳不自由。
見到 Jason 係咪？啊 ，sorry， 以為我 friend Jason 喺度添。咁啊，呢首歌係叫做 Scorpio。咁啊，去到最尾個 chorus 咧，我想試一下可唔可以同你一齊去唱嗰、那個 who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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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住好 high 咁樣，之後我哋就去食早餐，好唔好？
想話呢個係我 friend Jason， 我同 Jason 同埋另一個 friend 咧 ，Carla 咧就拍咗呢首歌嘅 MV， 咁呢首歌叫做 Scorpio， 你都可以上個 YouTube 再睇呢、這個。好，再嚟一次，第一個 verse，OK，、okay, 等我集中啲，因為啱啱跑完 5K 咧，我有啲攰，所以 OK，ready。Okay, ready?同你自己，全部尽是借口，想说要飞，就要闷死。全便利望着你，就算这起，换说自己，谁用力地把口将我杀死？别玩游戏， yeah、来慢慢梦入你。